前两天我和小妈都阳了，然后李李也被我们送到奶奶家去了。今天我们是第七天了，已经好了，然后把小李李接过来了。对吧？还有小牙。小牙这两天没有人陪他玩了，我们阳了都没办法。他都不开心了吗？他有点不开心啊。李李在干嘛？爸爸小羊不开心。哎呀呀呀呀！前两天羊的时候，小羊每天只能出去一趟，中午热的时候出去。今天开始早晚出去。在外面玩了有一个小时了。哎呀，你今天玩的开心了吗？想要给你拿个零食好不好？给你吃个零食。这我换了新口味的磨牙棒，绿茶味的磨牙棒。好，小羊坐，圆圆，等会儿给你吃啊，我先给小羊吃。小羊，你接着啊。预备，给。哎呀，再来一次。你过来，靠水。好，来，预备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人吃这个。